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我们课程呢，进入这个师生关系的学习那我们上一次呢，是讲到这个为学的就怎么当学生这个部分。提到好学生的心境。那第一呢，我们提到是要信任老师，信为道源，功德母，要信任老师老师才帮得上我们，而且要不折不扣，信任，进一步要去奉行，那我们才能得利益了，不信任又阳奉阴违那再好的老师不一定帮得了我们，第二呢是以师智为己智。这个学习首先要立志学贵立志那我们提到这个颜回他很清楚夫子之志所以。师生呢，很好的配合跟老师同台演出，将中华文化呢承传下去，圣教如大学开篇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以老师一定是承传这个道统，清明呢是利益人民，利益苍生，止于至善呢，是明明德跟清明都做圆满，这个是止于至善的。那有。众生呢，没有得度他这个愿呢就没有停止所以他要止于至善了。而圣贤人包含我们要依止的老师他也都是遵循要止于至善。《了凡四训》有说叫爱敬众人，即是爱敬圣贤。我们去利益百姓啊，利益众生，这个是回报圣贤，甚至是回报老师最好的方式了。你不能眼睛盯着。老师搞情子还去嫉妒别人那这个学颠倒了再好的老师在面前当面错过那老师也是承传孔子、佛菩萨这个众生欢喜，佛菩萨欢喜。从佛门来看呢，这个有说到佛菩萨因有众生呢，而生大悲
啊，因为众生太可怜了。啊，佛菩萨在因地修行啊，啊，看到众生的悲苦啊，发起大悲心了。啊，因有众生而起大悲啊，因有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啊，所以佛菩萨在因地，就是因为众生悲苦啊，所以他发起大悲心了啊，最后他成佛了。啊，他当然感谢众生了，是众生成就他的。好，所以我们要回报佛菩萨，回报啊，像我们要回报啊，老和尚他们一无所求啊，那我们要回报什么？尽心尽力照顾众生，那这个就是佛菩萨跟老师啊最欣慰的事情了。哦，所以这个好学生的心境啊，第二条啊，以师智为己智啊，所以《了凡四训》的义理啊，开解的非常好。这本书真的太值得读了啊！刚刚哦，还没有上课前啊。哎，刚好啊，我们现场有同修来参与有提问，哎，现在的年轻人呢，怎么立定志向？哎，我们看到说年轻人没有志向啊，心痛啊，一份时光啊，一份命光啊。生命时光是最宝贵的了，啊，当他没有目标的时候，他的生命在蹉跎。啊，我们常想到《无量寿经》说的“芸芃众生，视若自己”，替他心痛，不是去指责他。哎，那我们身为父母啊，爷爷奶奶、长辈啊，哎，我们是他的助缘啊，我们也有一份责任啊。当然，我们是反思啊，哎，我们这个助缘善不善巧啊？我们确实尽力了，很善巧了，他不接受啊，那我们也不能难过。要护别人呢，一定要先护好自己。我们自己在难过的时候都转不了念呢，代表我们护不了自己了。啊，我们被情绪影响了。你看，我们都看到，哎呀，这个孩子不懂事啊，很情绪化。你看，我们都能看得到别人情绪化，能不能看到自己的情绪呢？能不能看到自己的烦恼呢？正己化人啊，我们现在要感化家人呢，希望他理智一点不要感情用事。那我们常常被烦恼笼罩啊，你说我们自己够理智吗？啊，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呢。啊，其实关键就是你用理智还是用感情，用感情就变感情用事了。啊，当然这个理智啊，大家不要感觉就是没什么人情味啊，那个不是理智啊，理智是刚中带柔。刚柔并济啊，哎，那个一点人情味都没有，那叫过了啊，太刚了。
哎，那个也有执着点，才会太过。人会过于不及啊，就是心有所着了。不急的人着在哪？会说，不敢承担。啊，有些人很肯承担，啊，但是呢，心不够细，那承担呢，带一点刚，太这个刚强了，别人劝呢也不听，那这也不行，你看包公。哇，那种正直啊，照古今呢，一提到包公，没有不尊重的。可是你讲的有道理啊，包公，都会接受。他那个是理智的刚正，不是那种那种死性子的。不听劝的那种，所以孔子在《论语》里面就有说了："恶果敢而智者，这样的人不妥当很果敢哦，他决定的事啊，谁都拉不回来。可是他义理是不通达的，他又自己觉得很对啊，又聪明又有能力啊。"哇，那你团体，你用这样的人结果你是总经理，他是副总经理，哇，那你就凶多吉少了。他可能觉得自己很对啊，最后你的组织呢，分成两半，一半被他带走了，还剩一半不错了啊，有的人1/3都被带走都有可能。哦，所以孔子说。啊，这些人呢，会把事情给搞砸了。勿称人之恶者。团体当中常常都批评团体的人呢，这个团体就失和了。家和万事兴了。结果在制造矛盾呢。这个对团体杀伤力很大。团体当中一定要修普贤行，礼敬每个人，称赞别人的优点，还广修供养，广是普遍没有分别我常常送礼都是送那个我看得顺眼的，看不顺眼的，我不是太想理他，那这个送礼也是增长分别，自身是分别，送礼也会延伸团体的纷争，因为自己分别心呢，团体是自己的医报。随着正报转了，你一平等了，过去生缘不好的，你也施舍吧，送他礼物，老和尚在六合敬祈祷文说的，只求我与他人真诚和谐，真诚哦，见人家过了放在心上就不真诚了。哎，这个都要自己勘验哦。你想到某一个人，他好多过去的情境都起来了。他对我讲那句话太过分了，那你看浮现那些东西了，心就不真诚。跟人相交啊，学普贤菩萨，见人家的本性啊，不要着在这些相啊，见性不着相。一念不生，是为尘。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啊，常常举这些先哲的教诲，这是曾国藩先生讲的。
一个妄念都不生。我们往往要面对一个人，还没面对的时候，哎呀，待会我要见他了，好多念头在脑子里就翻出来了。哎，见的时候呢，继续翻。那这个新的状态就很难真诚对待对方了。我们说立事练心呢，我们在面对一个人的时候，要关照自己的心理活动。哎，只要是见过了，哎，对立情绪一上来，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当然念在心里面啊。啊，不要嘴巴一直动啊，对方还理解不了啊。哎，怎么搞的？听我讲话，嘴巴一直动。哎，好。哦，这个啊，刚刚跟大家讲到了啊，这个也是《论语》的句子啊。啊，这个我一下也不知道第几页了，是刚好论到了哈。啊，不是本来今天准备的部分哈，所以还没查第几页啊，勿称人之恶，所以老和尚的话要放在心上，受用太大了。什么受用？真心的受用，用真心呢？哎，内心呢，很光明，很踏实，而且处事待人接物啊，都积功累德哎，这个积功累德啊，积到一定程度啊，福至心灵，一个人很有福报了。哎，这个心呢，也会非常的灵敏，越来越有智慧而这个福当中啊，很重要的量大福大，没有不能包容的人，这个人一定有福报，脑子会越来越清楚。啊，我们就是心量不够大，不能容忍，心里装太多东西了。啊，空才会灵啊，心里装太多人事的问题啊，这个智慧本有，但透不出来了。哦，所以刘树云老师有一段教诲很好啊，我们好好练啊。啊，我心里不装人。装人爱增多，浮在脑海里浮起来了，甚至是梦中的、梦到的啊，要不就哎呀喜欢那个人，所以他冒起来了，要不就是讨厌这个人，他冒起来了，爱增了，起性情了，烦恼起于爱增了，所以修行呢。要调伏爱憎的心呢，啊，对人、对事、对物，这个爱憎心啊要放下，啊，对饮食勿拣择，所以，在夹菜的时候是不是修行啊？会修的人在一切境界放下分别执着啊，吃什么？吃应该吃的，这叫理智。看到爱吃的拼命吃，这叫感情用事不要小看生活的细节都是道场老和尚常说：“你会吗？”就是在这六根接触六尘，练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不要去爱憎，大家看，
啊，我挺苗条的啊，这是果相。原因是什么呢？小时候偏食啊，你看人都要承受自己啊造的因，承受这个果相。哎，后来学了啊，怎么吃了，怎么照顾身体了。啊，这个时候吃东西就是理智的了，吃应该吃的，啊，不是吃爱吃的人也是一样哦，你面对物是这样，你面对人跟事都一样的道理。事情应该做的，哪怕。必须经历千辛万苦，在所不辞，而不是挑自己想做的而已哦。你在团体当中，有很重要的事没人承担，哎，你赶紧躲啊！啊，你说有人承担的啊，那我们让贤没问题。都没人承担啊，我们的惯性溜之大吉。这叫见义不为啊，无勇也啊！哎，义者宜也啊，应该做的。啊，所以对事啊，也是在放下这个爱憎，想做的不讨厌做的，要想一想是不是应该的，是不是？力所当为，都要在境界当中突破自己的习惯然后跟经典相应。好，那我们看，哎，面对人，哎，你应该清静的人。这个。果仁者，人多畏啊！啊，会跟你讲真话的人呢，你会有点怕见他的。我们这个耳朵听好话听习惯了啊，听指正批评的话不是很习惯了。啊，我请问诸位仁者啊，你们已经成家了啊，另外一半的话你们喜欢听吗？哦，话只能问到这了。再下去，啊，怕，好，越了解你的人呢，你不见得愿意听他讲，因为我们喜欢听称赞自己的话，哎，谁会称赞自己呢？哎，他想从你身上得到利益的，哇，他一定称赞你。啊、哦，你越听越心花怒放。好，好，这个是提到勿称人之恶哈、哦，在团体当中不能制造口业，制造人我纷争呢。啊、哦，所以老和尚说的，只求我与他人真诚和谐。绝不丝毫，老和尚为什么用“丝毫”两个字？哦，大家读到这个文的时候有没有？哎，为之一振，嗯，一丝一毫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要求都不能有，绝不丝毫要求他人与我和谐。哎，斩草要除根，斩什么？斩什么根呢？斩那个有求的心，把它斩断了。啊，诸位仁者，你的好日子就到了。啊，那假如大家不愿意过好日子，这个我也不能勉强。人生解知足啊，烦恼一时除。
知足了，不求了，啊，物质不求了，啊，对他人也一无所求了。我们一有要求啊，就想去控制，想去占有，就生烦恼。修行人呢、啊，观心为要，看看清楚自己的念头。一有求，马上这个身心就不自在了，不安定了，这个就不自爱了，自己没有随顺自己的性格了，不自爱了。请问，当我们不自爱了，随顺贪求了啊，加一个贪字，大家比较有感受啊。哎，用求好像感受不强，贪求了，那就没有自爱了。当我们没有自爱的时候，能不能爱得了人？啊，我用贪求的心去面对对方，那他回给我的也是妄心，因为我用的是妄心，妄心跟妄心交感。啊，你无求的心，这是真心，真心就跟真心交感。谈到这个无求的心，啊，我们一开始到海口去，啊，当然这个也是效法老和尚，老和尚对众生一无所求，啊，所有的法宝。这免费供应啊！啊，当然，我们是因为老和尚福报啊，所以才能免费供应。哦，对，我是借花献佛啊，这个是老和尚的福报，不是我的福报。哦，哎，课程啊，这些书籍啊，都是免费供养的。哎，发现了，每次上完课啊。厨房里面呢，啊，都放了好几袋菜呀、水果啊，也不知道谁放的。哎，这个我们无求于他，我们只是想希望他能得利益啊，哎，他回馈回来也是没有求的，不愿意让我们知道他是谁。人世间呢？离不开感应两个字，真心是能感，境界是所感，真感真呢，妄就感妄。所以我们常常呢，要帮别人的时候啊，就忽略了自己心的状态，重点都放在对方。好，而且都是对方有错，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其实心念一偏了，就没有在道中了。你帮别人，要关照自己的心念。甚至于你是治理一个团体，重点也在关照自己的心念。老和尚还特别从《吕氏春秋》啊当中截取一段经文，那个有做成扇子啊，凡事之本，必先自身。啊，这一段话呢，我们有家庭的人，你在团体服务，甚至你是县长啊，你是公务员。你管理一个地区啊，这段话很重要。成其身，你自己的道德品性啊，成就了，则天下成；治其身，则天下治。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自己的修身，修身其实就是修这颗心呢、啊。哦，我们。
2礼拜见一次面啊，当然这段时间2个月没见啊。我们接下来这2礼拜啊，大家观察观察，我们在处理事的时候，自己的状态是关注在外，还是关注在自己的心念？佛法是内学，儒家也是哦。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哦。啊，一个人射箭没有射到目标，啊，不能说是风太大了，哦，还是箭的品质不好了。哦，这个这个叫唐寅是啊，真一孤啊，啊，大家可以留心留心啊，有心得也可以互相分享分享啊。好，这个老和尚说，也绝不丝毫要求他人与我和谐。啊，这一段祈祷文呢，我相信我们所有修学传统文化的都知道要修六和敬，这样自己的家庭团体才能和和，家和万事兴啊。这个老和尚用的绝不丝毫要求他人，那等于是从自己本身做起我们一般谈论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比方说我跟一个长辈说了。啊，你那个同学啊，朋友啊，年纪都很大了，都七八十，80多都有现在这个长辈知道我都是出家了嘛，哎，七八十岁的人哦。冬天甚至都已经过完冬天了，什么时候无常来不知道。哎，这个时候对这种年龄的人来讲啊，认识死生四大重不重要？很重要啊！那长辈回答：哎呀，他们可能不能接受，不愿意来吧。不能接受吧？就是我们的心念呢，常容易这预设立场，或者不信任别人。一想，哎，我们家要六合敬，哎呀，我们家那丈夫啊，那真是这个一禅体谁是一禅体还不知道。大家有时候都，我们都觉得别人是一禅体，其实我们当下这个念头就是没有善根，不信任人。我们扪心自问呢，另外一半难道一点优点都没有吗？当你讲自己另一半都没有优点，是在骂自己啊。那是自己选的，是吗？我们当下这个人没有善根，其实有没有看到当下这一念，就是疑心。所以这个要信任着。不要
常常预设立场，这些都是念头上的偏差，我们自己要看得到。这些习惯不去掉啊，很难真诚对待别人。诚才能感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孔子说：“所恶的是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善上者，就是处在基层的位置，批评领导，这个对团体的杀伤力也大。大家要知道啊，福田靠心耕要忍住脾气，不然本来积功累德啊，烧掉了。”而且还造口业，而且这个口业要是造成团体不和，你何苦跟自己去做佛过不去呢？要忍得住嘴巴，要理智批评人也是习惯了，我喜欢批评人，习惯批评人。哎，又回到刚刚说的了。你要应该做的，不是习惯做的、想做的。修行修正行为，哎，本来习惯吃喝玩乐，你现在要调整了，慢慢要淡了。习惯批评人，就要改过来善恶口业。不计他过啊！我们现在修行啊，不能粗心大意啊，观自己的念头要越来越细。说实在的，这个不要造口业呀、啊！我相信大家听老和尚都不知道听多少遍了，听贫僧所讲的我现在想到"平生"两个字挺有味道的，以前看戏剧的"平生法号"什么，空海还是什么？以前看这个戏剧现在自己也是出家人挺有意思。平这个字好玩，就是我们好学生的心境。第三点，安贫乐道是吧？贫就是生活简单，不能去享受，一享受就头就昏了，就不清醒了，就堕落了。老和尚讲那么多遍了。我们改了没有？其实成年人啊，是不能被勉强的，除非他真正感受到危害了。可是危害是果报啊，果报那是这一生，可能后面才有花报，最后才有果报啊，可能那个没有那么强烈。可是你念头看得细的人，就看到了。当我要批评人的时候，我的血压上升了，我的心不安定了，一讲那种话，嗔恨心起来了，这个是可以感觉到的。只要起情绪了，火烧功德林。修行人不能太粗心大意。你感觉到了，哎呀，我可不能跟我做佛的因缘，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过不去呀、他自己体会到了，他就不愿意做了。他体会不到，
人家给他讲10次、20次，还不见得能起作用。所以老和尚问张家大师啊，看破难还是放下难？看破难，你真正看破是明白了，明白这个念头对自己身心的伤害，以及明白以后的果报，你不会再去造这样的业，会造啊。不够明白，不知道那个果报的恐怖，不知道对自己身心的伤害，不知道对自己去做佛因缘的障碍，这个就是没有看明白，没有看破，就不容易放下。好，这个。第二点啊，物居下流善上者，还有第三点，刚刚讲了，物果敢而至者，第四呢，物勇而无礼者，勇猛，但是，没有规矩。勿称人之恶者，勿居下流而善上者，勿果敢而至者，勿勇而无礼者，孔子这些话都很有味道啊，对我们立身处世啊，都是重要的提醒啊。那刚刚呢，跟大家有提到那课前。有同学问了，年轻人没有志向。很好啊，承德最近啊生意不错啊，你看还没讲课就有人问问题。养成习惯了，心有余随杂技呀，救人问，求却意。好，我们自己志向明不明确，这是身教。我们呈现给自己孩子的晚辈的样子，有没有让他们觉得我们很有志向？你让晚辈看到你很有志向，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志向。都会触动他的善根。我看到我母亲学了佛之后很认真哦，每个礼拜都没有偷懒然后自己呢，烦恼变少了，我都在看呢。好几年之后，我才开始接触佛法了，那个。都会影响自己的，因为你有身教啊，你才有言教的本钱，我们今天去护念别人，我们自己没有做好，我们在护念他的时候，他就觉得你50步还笑我100步，你很难摄受他。稻盛和夫先生，这也是再来人他的影响面非常大，光是大陆企业界几千人跟他学习，那都不是小企业哦，很多都是很大的企业。他介绍给年轻人的第一本书。了凡四训，我们介绍给孩子了没有？很有道理呀、了凡四训讲什么？有命运呢、人生
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的。哎，这一本书就帮助他了解人生，帮助他励志。啊，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吃甘堕落的。可能他目标没有找到，然后呢，刚好又遇到啊一些外在的诱惑，他就陷进去了。啊，打电动玩具啊，沉迷这些财色，沉迷这些玩乐的东西那是他啊，用现在的话讲呢，正能量不足。啊，会被外面诱惑啊，凡为外所胜者，皆内不足。啊，凡为邪所夺者，会被邪的东西控制住了，他正不足，正气不足。啊，昨天我见到四个孩子啊，最小的8岁、8岁、10岁、12岁、14岁，四个孩子都是胎教教出来的。人见人爱啊，很天真啊。他母亲、父亲啊，给他护念得很好啊。他到学校去呀，因为马来西亚国教6年了。同学们看那些漫画，他们一看就不想看啊，那些内容、人物啊。哎，跟他不相应因为他这个正气很足啊，哎，一看不相应啊，不舒服，不看好，所以我们都要从根本去解决问题不是从枝末而已的他现在那些有污染。打电动玩具好，电动玩具收掉，不让你玩了。你没有让他人生有方向的，他的聪明用在哪？没关系，你给我收走，我想办法再去弄一个他往这里走好，那。这本书啊，是很好的教材。那你要让孩子学，也要善巧。假如他已经呢14、15岁了，你不能用太强硬的方法。他一不接受了，你就适得其反。刚好有校长了，一些退休校长。他们去监狱教学，当然他们也有在一些教学单位都还持续在教《弟子规》马来西亚有很多退而不休的校长老师这个是很令人敬佩也都有问到这些青少年问题这个录音呢。这个课后啊，再发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刚刚回顾了一下这好学生的心境第一，信任老师；二，以师智为己志；三，安贫乐道。今天我们进入第四沉静谦虚。我们应该提过很多次法器比喻学生要学道就像这个器皿你这个器皿不能破洞了，那装的东西都漏掉了这个器皿呢不能盖住了，盖了就装不下去了。就觉得自己很有东西了，那怎么跟老师学
啊，而且还要归零才能学得到东西的，啊，要谦虚哦，才可以跟老师学。哎，你那个杯子里面夹杂的这些灰尘呢，甚至是有毒的东西了，啊，你看我们起疑心了，对老师就不能真诚恭敬了，这个对学习就造成障碍啊，所以这个杯子它能承载东西呀，就比喻我们修学啊。要有很正确的态度啊，才能把老师的教诲承传下来，承接起来。哎，我们首先向孔子学习啊！啊，大家看到承德眼前这一尊孔子像啊，我们中国的啊这些手艺啊。啊，还是令我们很敬佩哦。哎，手工很细呀，啊，这个是陶土做出来的，啊，粘土做出来的，啊，笑得挺灿烂的啊，好，啊，我们翻到261页啊。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彼于我老朋啊。”啊，这个考据的部分啊，我们就先不谈啊。我们这一会啊，我们以义理为主啊。我们看第二段：“述而不作者啊，叙述前人之学，而不自己创造。”啊，这个是述而不作，啊，就像佛门说的"佛佛道信而好古啊，信古人之有道者，好古人之朴实者也。那这8个字啊。相信大家很熟啊，因为老和尚说：“我最佩服孔老夫子的8个字，就在这一句了啊。”啊，我们细细品味一下啊，啊，诸位仁者啊，不是喝茶可以品味啊，哎，这个经典呢，都可以品味啊，哎，其乐无穷。述而不作啊，对峙我们不傲慢、谦虚嘛，哎，这都是我的见解，啊，我的领悟，这样要学就很难，啊，老和尚说的，嗔恨的核心是傲慢。愚痴的核心是怀疑，贪心的核心是情执，我们听到这个法语啊，要把核心问题解决掉了啊，哎，这一句话就对峙傲慢，述而不作对峙傲慢，信而好古啊，对峙怀疑。这个对我们讲学的人呢，至关重要。讲学呀，财色名利的诱惑非常非常多，这条路啊不简单。哎，慢慢的，这个慢心会起来，因为人本来就容易好为人师啊，更何况要在讲台上呢。所以老和尚为什么说最佩服这孔老夫子这8个字？因为我们守住了
就能护好自己的心念了，不要傲慢，不要怀疑老师当然，老和尚好多心境啊，其实都在护我们。哎，讲学的时候，哎，底下听课的是监学。啊，我给大家做报告，这个就是谦虚了，谦受益啊，牵挂六爻皆吉的，啊，一傲慢了，自满了，这危机就会出现了。啊，我们看这个性格好古啊。性古人之有道，那我们看古人的教诲啊，才会恭敬哦。啊，我以前不知道是受什么思想的影响啊，哎，会产生呢，哎，我们这个年代呀，是最发达的年代。会有这种认知哦。其实我们的智慧啊，不如古人哦。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认知，可能跟达尔文进化论有关系了。哦，那这个达尔文进化论要负因果责任哦。哎，啊，请问你们相不相信？我们的祖先是猴子变来的，猿猴变来的，不相信哦？对呀，而且你看，这都在教科书里面教呢。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屠杀犹太人呢，跟达尔文进化论有没有关系？哎，人在做一件很错误的事情啊，他也要找他的理由哎，所以这些错误的思想有时候就被利用了，来做合理化的理由了。哎呦，所以这个，我看今天我要帮达尔文回向回向，好，是吧？哦，因为我们发愿了，不能只有点这个戒疤哈。发的愿要记得啊，不然又是表象好像看起来外面很好看，你表里不一了啊。待会我们就会着重这个重点，为什么？古人的朴实的人表里一如，哦，这个慢慢都重视外在的形象而已了，忽略了里面的。哎呀，我们当时候在，哎，我们出家菩萨戒，德界和尚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所以我违背这个誓言呢，那就是在本师面前撒谎，这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个罪过很大的，啊，在四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不度，啊，所以刚刚讲，哎。我不能是存心批评达尔文的错误啊，这样我跟他对立起来了，所以我得帮他回一下回一下啊，然后更鞭策自己啊，我往生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啊，我可以到阿鼻地狱去帮助他了，好，那这个。我反思到啊，这些认知的不对，就是老和尚讲了，古人的心比我们清净啊，清净心生智慧啊，因为现在都说啊，这个传统文化有糟粕，老和尚索性就顺着他，对，有糟粕，他们看不懂就说是糟粕啊。
老和尚很会顺势而为，然后让听的人终身难忘。啊，真的有糟粕在经典里面呢，那都已经经过几千年了，这些祖先都比我们清净有智慧，轮不到我们去改了。哎，是我们自己深度不够啊，还不知道他的深意在哪里。性而好古，性古人之有道。哎，好古人之朴实者也。哎，这里就引用了。啊，例如啊，先敬于礼乐，也仁也。啊，也不失其真，故用之啊，则从先敬。那这个我们呢，也翻到啊。437页，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李老在讲解的时候啊，都会引其他经句啊，所以我们可能讲一句的时候啊，会讲到其他好几句啊，哎。我国自古啊，称为礼乐之邦。啊，礼上恭敬，乐上和平，两者都是以仁为本啊。所以《论语》八佾第三讲了：仁而不仁，如礼何？仁而不仁，如乐何？好，这个我们翻到92页。这里提到了啊，包贤著，仁而啊，言仁而不仁啊，必不能行礼乐。啊，《礼记·乳行篇》说了，礼节者啊，仁之貌也。就是仁爱心呢，展现出来的行为礼节，啊，你礼节就是这个，比方说瓜田不纳履，礼下不整冠，这个常理举要里面，我们的行为避嫌，不要造成人家误会生烦恼。哎，这个避嫌有没有离开仁爱心呢？对呀，所以我们佛门说的，防止众生起心动念，就是不要让众生生烦恼。你看李炳南老师，他在教学。哎，他看到老和尚的表情，可能有不理解的，马上把老和尚带到房间里面来，这心很柔软呢。哎，看到众生有误会当然，我们能做到啊，不要让众生生误会。所以大家反思反思啊，我们有没有哪一些做法？造成另一半误会，哎，我们第一个念头，你怎么可以不信任我呢？你看，还是站自己的角度，我们会造成对方了，可能我们是考虑的，忽略了他的感受或者他的角度。哎，人都要在每一件事当中做事越来越周全、成熟。而不是自己的感受先起来了，那自己不止不能经一事长一智了，很可能又造成夫妻双方在那吵架学佛都要在这些处事当中啊，成长起来，经一事长一智。
这个李老师看到老和尚那个表情，就误会了，啊，来到房间里跟他说了，不是对同学有分别心，是同学呢受教的态度不同，啊，有些人真想学了，啊，你不全力教他，对不起他，有些根本不是想学的。哦，那你也欢迎他来，但是你给他教多了，有时候他有压力，他跑掉了都有可能。所以看起来表象啊不一样，其实是都是慈悲心在起作用哦。好，哦，所以礼节者，人之貌也。这个《弟子规》从头到尾都是礼呀，啊，这个礼，啊，比方说“缓接连勿有声”，你在团体里面生活，你的一举一动啊，不要去干扰到别人。那他可能人家在睡觉呢，那个我们受戒的时候。60个人住在一起呀、啊，有些人睡觉啊，比较容易醒啊。你刚好12点1点要起来上厕所啊，哇，你那个脚步要轻啊，不然可能他好不容易睡着又惊醒过来，那他多难受啊！礼者敬而已矣啊，都是替人设想。都是爱敬他人，歌乐者啊，人之和也。这些歌乐也是人的这种仁爱心啊，哎，他创造出来的这种这么和合的音乐，当然别人听了，哎，也是陶冶性情啊。所以本质，礼乐的本质都没有离开人那佛门呢，是慈悲为本哦，就是这个仁爱所以我们学了佛了，要越来越慈悲哦。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检查。啊，我们有人学了，越来越自私哦，还觉得自己很对哦，因为他想成就自己呀，结果本来都是比较自我为中心的，现在理由更充分了啊，我要学佛，我要出轮回啊，更不去顾及家人的感受了。所以老和尚说，学佛是放下自己的习气呀，不是换对象。本来就很自我了，佛门这个缘，让自己的自我更合理化了。六道轮回怎么来的？我执变现的。所以会修的人，在家庭，在人生这些境缘，把我越来越放下，这个是种实子啊，不是外面的形式啊。人呢，来自固有的道德，是礼乐所由之本。君子务本啊，礼讲啊，谦让敬人。乐须啊，八音克谐啊，这个八音啊，三字经说的啊，这个乐器啊，大分这8种啊，刨这个刨瓜啊，刨土革，木石经啊，丝与竹乃八音了。克谐这个克就是能，这个八音能够啊。
协和，无相夺，伦是次序，这配合得很和谐，不会，很杂乱。那而且呢，当这个八音这些乐音和谐这种和谐就陶冶人的性情了。你看孔子听到韶乐，哇，那种身心的这种安定喜悦山岳不知肉味就是那种内心的喜乐啊。这个世间这些欲望都放下了。所以这里也给我们启示哦。人去尝到这种内心的法喜的时候啊，世间的欲望，跟他比起来差远了。不是刻意强迫他把世间的欲望放下。他自己就愿意放下，人是不能被勉强的哦，所以我们不要操之过急，欲速不达，揠苗助长，适得其反。这个古人留了不少成语给我们，这些成语都很有人生哲理所以应该。我们带头尝到法味，不知道诸位仁者，我们尝到法味没有？我们都跟人家说佛法太好了，但是常常内心里还有很多烦恼，没什么笑容那我们说佛法很好啊，人亲戚朋友不一定相信了。所以我们带动另一半带动家人，尝到法味，首先自己要尝到了，当我们的家人的精神层面一上升，他的物质层面自然就放淡，这是不勉强好，那这个仁而不仁呢？人心没有仁慈，则无谦让敬人。克谐无夺等美德了，他就没有这些美德了。所以沉静谦和也是我们自性本有但是。这个没有把格物就是把欲望放下那这个心呢就不仁了那就跟这个谦让敬人、克谐无夺这些美德就不相应了。所以，虽然行礼奏乐，并无实质的意义了。这表里不相应了。你比方说，一个人他行礼不是发自内心对人的爱敬是有目的在对方心里面留下一个好印象我就可以达到什么目的了。他没有隔这些名闻利养了，那请问大家，他越在那鞠躬他内在在谄媚这个对方啊，请问他在行礼的过程当中，他会提升他的境界吗？他会堕落的，所以这个。仁而不仁奈此礼何他自己得不到受用了。仁而不仁奈此乐何
啊、哦，所以此即呀、啊，不仁之人必不能行礼乐。所以，我们修学呀、啊，在《无量寿经》说，言行中性，表里要相应。啊，这些礼乐是外在的缘呢、啊，哎，帮助我们呢、啊，恢复自信。所以。老和尚讲了，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式，不重这种外表，所以修学呢，决定不能修到表象上面去，这样就变成着相了。啊，我以前初学佛的时候，啊，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啊，啊，我见到。一个同修啊，他坐在佛像面前打坐啊。那时候我才20多岁啊，啊，他啊突然睁开眼睛啊，说了：“今天佛没有来。”他就走了。啊，我当时才20多岁啊。一看，哎呦，这么厉害，知道佛有没有来其实啊，我后来慢慢回想啊，他们在打坐的时候都很关注，嗯，别人有没有看我打坐蛮清静的，有没有看到我修行不错，都修在要给人家看上面的，都是做表面功夫。而且什么佛有没有来？哇，你常常这么想啊，很容易着魔啊。哎，好，那哦，我们看呢，孔子有什么提醒我们不要学在表面上啊？这个就很重要了。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要恢复自己真实的智慧。可是，一有着相啊，就障碍本有智慧的彰显。啊，所以般若啊，为什么六祖大师说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啊，我们求的不是世间的聪明啊，世智变聪哦。求的是般若智慧，般若啊，就是离一切相，这个是般若，要离相，不能着相。好，我们看这个506页。哦，这里这一段啊、哦，我们先念一下啊。子张问：“是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啊。”啊，这个子张问呢，这个士是读书人，哎，怎样才可以称为他通达了？哦，那大家看啊、哦，孔子的教学不是灌输式的啊、哦。孔子马上问：“何哉？而所谓达者，啊，你自己认为的通达是怎么样？把学生内在真实的状态、思想状态问出来了。”啊，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啊，夫达也者，直直而好逸，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啊，夫闻也者，
摄取人而行为，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这一段是提醒我们学儒啊，不能学到表象上啊。哎，我们看一下啊，李老的开解啊，事要怎样才叫做达呢？啊，这孔子反问子张说了，你所说的达是何解释啊？你的理解是怎么样啊？子张回答了，在邦必达，必闻，在家必闻。这子张所解的答呢，即是在邦国做事啊，一国之人必闻其名；在一个大夫家做事啊，大夫全家之人必闻其名。好，这个郑康成著了，言事之所在，皆能有名誉啊，都知道他的名。孔子说啊，这个是文，非达也。达与文不同。孔子先指出啊，子张所解的不是达，那只是文。记则说明何谓达，何谓文。当他把内心的说法说出来，显证这样才是达。学生。印象会非常深刻。我们来感受一下啊。假如孔子没有说"何哉，尔所谓达"，一问，啪啪啪啪啪讲，这学生自己的想法一听，老师跟我不大一样。好，我再考虑考虑啊，是吧？他内心的想法也没有说出来啊，所以，而且这个老师的指导就没有办法很具体针对他的认知了。所以你当父母、老师、当领导啊，要多反问，多倾听。其实我们不反问、不倾听啊，根源在哪？根源在我们的心呢，太急了。太浮躁了，太强势的都有可能，这马上就要灌输。心在何处啊？我的心在哪？你的一言一行都是你心的流露。你不能倾听，一定有你心的问题在哪里。我见过很多当父母、老师的，一开口都是学传统话的基本上我也没接触其他的人了，比较少了。现在接触社会大众比较少了，当然偶尔也要出去看一看，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偶尔也要微服私访，坐坐公车啊。看看现在人交谈谈啥事情啊，在高铁上啊，还是在捷运上面？这样我们讲话才契这个时代人的思想状态嘛。好。这个。哎呦，我刚刚讲到这个现在大部分接触的都是传统文化的人我刚刚一绕出去，有点绕不回来。就是你好像是想要告诉大家，这些学习传统文化的妈妈对自己的孩子说话，好像也是
教训哦，制对对裁对弟子那对，样。对对对，啊，谢谢谢谢，啊，这个有点年纪了啊，啊，代表什么？代表佛念的还不够，啊，佛念的够更多了，啊，就不会随着年龄啊，记忆力衰退，是吧？念佛即是自心现啊。好，我得对峙对峙了。就是这个的，当父母老师的，一开口就停不下来了。后来我观察，这样的孩子啊，悟性都被堵住了。真是这样的，他习惯了，就啊，一直听，一直听，又没消化。哎，一个人在。对你的孩子、学生说话的时候，你要不要看着他的表情啊？他到底有没有吸收，一定会呈现在表情上的。可是我们怎么看不到？强势习惯了，啊，一开口，这一大堆要道理就都压过去了，看不到自己的心了。好，所以不能粗心大意哦，大家要去留心一下自己的孩子悟性怎么样哦。那是一个结果啊，因有可能在我们的对待他的这些态度上啊。所以孔子他师生互动，也是我们当父母、老师、当领导的学处啊。好。啊，孔子先指出啊，子张所解的不是答，那只是问；继而说明啊，何谓答，何谓问？啊，夫答也者啊，答是通达。一个人要是通达的话呢，他的本质必然正直，而且好行易事。所以说，答的人是直直。而好义，直指就是真诚心了。哎，用真心了。哦，这是达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直心，我们现在的人要直心不容易，都有名利的一种目的，对人就不真诚。啊，又不好义啊，如何通达？此外啊，又要有察言而观色的知人之明，你了解他，你才知道怎么护念爱护他。啊，《礼记学记》讲的，知其心，然后可以救其失。啊，你知道他的状态，你这。偏在哪，你才好去护念呢？啊，所以对人心的观察是敏锐的。可是一个人，首先，假如看不清楚自己的心呢，要看别人，我看也不容易。因为我们跟自己呀，一天相处多久？7-Eleven 是吧？24小时啊，在一起哦，我们看不清楚自己的心念，哎，在远的容易看到吗？不见得看得清楚。啊，所以察言呢，是能察人言语而知人心意，这个心就很柔软，一听就知道人家言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心是什么状态？观色是能观察人颜色和知人之七情，这是了解他人心理的能力。其实了解别人的心是我们的本能。被什么障碍住了？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老和尚说的这16个字就是格物的重点。
这16个字真的能够放淡了，就会感觉自己听人家话，能感觉到他的心。啊，哎，他的苦你能感觉到。啊，他在跟你叙述他现在痛苦在哪，哎，你会感同身受，有时候你也会流泪，替他这个感到难过当然进一步帮助他。啊，一个自心通达的人，必能通达他人的心，自知而后，又知人之后这察言而观色，在律以下人。好，那我们自知呢？从前面直直而好矣我们是不是都是真诚？是不是一念不生？一个妄念都没有，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一点，好意，很重，情义、恩义、道义，义所当为，两肋插刀都不怕，这个好意，急需律以下人。这个律呢，马融著为自律，常有谦退之志，察言语，观颜色，知其所欲，而且其自律常欲以下人，好，这个就是谦虚的意思这里也有。一些解释一些考据大家可以看一下508页，你看人人都有傲慢心四大烦恼常相随，这个我慢与生带来都想居于人上果能律以下人了居于人下，就是谦让而不傲慢。大家知道，一有这个谦呢，就跟善财童子53餐相应了。那会有什么受用？他遇到一切人事物都在提升境界，因为他谦虚嘛。善人行，必有我师见贤思齐了，见不贤内自省，都受用了。然后他无往而不通达，所以结语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周易牵卦六爻皆吉其故在此。好，夫文也者，文是名文，有名气，有道之人长名或者陶名所以俗话呀。这句话也有味道大家在观察人的时候也要能注意到，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一个你新认识的人，他一开头说：“我跟你讲，我以前多厉害多厉害什么什么人我都认识一个真人。会这么讲话吗？真正位置很高这个很有能力的很有智慧的人，他不可能这样讲话的。所以有道之人长名陶名，小人则真名或者沽名钓誉的。所以孔子解释答以后再解释文。摄取人就是外表，采取人那个动作好像人，
即是装作人人的样子。可是他的行为不是人人，恰与伪装的表面呢相反，所以他表里不一呢。哎，举一个例子啊，大家的感受就是比较具体了。啊，于敬义工，哎，他觉不觉得自己人呢？他觉得啊，所以他每一年除夕都上书上帝呀，啊，我做那么多好事了，怎么我这么惨呢？惨因天罚，每年都写啊。摄取人，他这是做表面的行为，可是自己又觉得自己很事啊，所以居之不语啊，处在伪装仁者的地位而不怀疑。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很可能都要突破这个状况，叫打破自欺一关，时有商量处，才谈得上修行。大家不能把于敬义工当故事看了。你看他其中那一段，你说你啊，仁慈哦，都参与放生，没有一次是你主动的、发起的。你都是什么啊？要放生了，哎呀，好事好事，来，我们一起来，人家又在赞叹你了。哎，你们家厨房里面。哦，还绑着螃蟹呢，哎，无谁欺欺天乎啊？你要骗谁啊？你要骗上天吗？哦，包含习字子，这个都是他们结文昌社最重要的几个规条，他根本都是做表面的。在路上旁边有人啊，哦，马上蹲下去啊，习字子啊。哦这个，人家又赞叹他了，所以丐帮必闻啊，在家必闻。大家一提到他，哇，因为他都通通都做给别人看了，别人都看到了吗？可是呢，另外关起门来，另外一个样子了。啊，他私塾老师啊，这些学生拿着纸擦桌子，他都不管了，为什么不管？哎呦，这些来上课的学生，假如不来了，他没钱了，他考虑在这里了。哎，好，啊，在自以就是装作仁者的地位而不疑惑，自以为就是人了，与人争名夺利，还自以为是。啊，于是啊，求名沽名，到处都有名闻，啊，所以结论是丐帮必闻呢，在家必闻。一个读书人，不知不觉，大家注意这四个字，不知不觉，他自己没察觉，啊，所以我们现在在修行呢，不知不觉做表面。不知不觉堕落，不知不觉越学越分别，越学越执着。哪一个修行人希望他越学越执着？不可能的。可是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啊，落到这个地步，那这样就太可悲了。成佛的机会，居然搞成了，言行不一了，做表面功夫了，说实在的，我们再呼应一下刚刚说的，哎，我们真明理了，就放下了，哎，我们知道，哎，我起这个念头有情绪啊，把我的功德烧掉了。啊，我要批评人的时候，就起情绪了。
那看到了，哎，我不干这种事情了。同样的，真正看懂了名这个东西呀，名亦福也啊。名是福报哦，你想那个名，福报就折掉了。诸位仁者，我们想不想福报折掉啊？谁也都不想啊，可是那个名一直在求啊。啊，我跟大家提过，以前常常提哦，现在还得要再提提哦，因为我自己也 very dangerous 啊，很危险啊。所以再次郑重推荐《了凡四训》，道理讲得太透彻了。啊，明者造物所忌啊！啊，那个天上帝啊，这个上天啊，看到哪个人最不顺眼呢？看到那个都做表面功夫，享有盛名，结果这是搞名利呀！啊，世间享盛名，实不符者，多有其祸啊！他福报折得太快了，而且享盛名的人有影响力哦。他自己修修修修到搞名利了，他会误导一批人。这个因果不是开玩笑的，多有其祸哦。啊，哦，所以像我们这个名大的啊，还带学生呢。假如真的是摄取人而行为啊，这个果报很快会现前，这不是开玩笑的。哎，你真正把这些道理搞清楚了，哎呀，就想虚名了，太恐怖了，太危险了，不愿意这样做了。成年人呢，一定是自己真明理了，真看破了。他就会去藏名，他会逃名啊，还去争名，还去沽名，哦，那这个不会跟自己做佛过不去了。好，这个最后啊，我们好像还是得翻回来437页啊。我们好像绕出去比较久哈，再绕回来一下哈，当然都绕的是有关系的，好像不是没关系哈。啊，我们这个承德不是无厘头啊，不是跟周星驰那样啊，一定是有相应的要出去了解一下哈，再回来啊。好，啊，因为这里呀，我们提到了是。这个礼尚恭敬啊，437，乐尚和平，两者都是以仁为本啊。所以我们刚刚延伸到仁而不仁如礼和，仁而不仁如乐和。啊，然礼乐往往因时因人而演变那后面提到了。先敬于礼乐，是在孔子以前的时代，学礼乐者都很朴素，看来是乡野之人。后敬于礼乐，在孔子当时啊，学礼乐者不像乡下人那样朴素，其人言行啊，注重文饰。就外在啊，他洗礼呀，服装也很讲究这外在的纹饰多了，看起来是君子，所以都不能学到外向去呀，朴实。所以我们看我们现在培养这些小孩，他的天真保持越久，他。越容易开智慧
因为天真保持了，他就没有邪思，叫般若无知，这根本智。我们老祖先就是借由这个读经的手段呢，让他不要打妄想。可能13、14岁看起来就很憨，都没有小心思那种表情。我看现在很多学传统文化，学了很多年的孩子，13、14岁，鬼灵精怪的，很会讲话，一套一套的，因为他积累的这些知识很多了。可是他假如他已经想了，我知道我爸爸妈妈想听什么，老师想听什么。哇，你看，他这些外在的做得很好啊，所以这个无数啊，天真呢，这个很重要，很重所以以前你看孔子以前那个学乐的人，看起来就像乡下人，很淳朴。哎呀，我记得我们念高中的时候，那些学音乐的人，背着那个音乐，走路都有那个很自以为很厉害的那种气息出来了。你说他的音乐学了那么久，他内心平和吗？他那种高傲之气增长。所以啊，六祖说：“不是本心啊，学法无益啊。没有认识真心，你学理学乐，最后搞成表面，最后去追名闻利养，最后变得才华很高啊，瞧不起人了，那是冤枉啊。这礼乐本来就是让自己的这种性德不断开发的，就要搞成障碍自己的性德。所以，但是讲到实用，孔子则从先进的礼乐，因为先进由敬古风啊，不失人本，可使风俗归于淳朴。这一段话也考虑用人哦，一般呢。对这些义理体会不深的，喜欢用什么人？才华高的人。很多企业界的人都有这种经验啊，用了才华高的人，最后啊，我控制不了了所以这个才德论呢，这个教诲还是很重要要会分辨。才、圣德谓之小人，德圣才谓之君子这个没有圣人君子可以用啊，宁可用愚人，不可用小人所以孔子这一段先敬于礼乐。这个还是很重要要用朴实的人。这个463页，我们再回来一开始。对不起，不对啊，261页。这个我自己成长过程也是不知不觉耍聪明的所以这个忽略自己不容易也是慢慢慢慢长期听老和尚的教诲慢慢学老实听话不要
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自己也是小时候这个母亲就说了，这个好面子，其实喜欢明文，就容易做表面上面去。当然现在就习气还很重啊，但是明理了要慢慢把它改掉。我们看到后段这个述而性而好古啊，信古人之有道啊，还有好古人之朴实者也。古人朴实啊，例如先敬于礼乐也仁也啊，我们是从这里出去的这也不失其真故用之则从先敬。司马光先生说的“正直中和，谓之德”，这朴实的人都会有这些特质正、公正朴实就是无华，没有欲，他会公正、直率忠。这个循中道，然后和跟人和和，你看到乡下很朴实的人这看人家谈论呢，在批评人，他听了不舒服，会给人家台阶下，的和气，所以故用之则从先敬那窃彼于我老朋者自彼于老朋说我老朋之我是亲切之意那老子但述荣臣氏之言。所以，故孔子彼之等于孔子也是述他老师所教导的所以孔子也是他述而不作所以跟这个老子一样述老师所教导所以窃彼于我老朋。好，这个。我们多伦多的时间也快11点那个，今天讲的内容，今天讲的，假如是另外的问题可以之后再提有没有今天听的听不明白的部分，可以提出来。这个首先我们听课听的受用感悟做一个回馈这是出必固，反必面这个不是出门进来用在这里而已包含及时的回应自己听的状况这样讲学者比较好护念。再来发现自己过失叫开悟，而且这个听经的态度决定我们受用，当机者，讲给自己听的，这些心态很关键的，态度决定成功，态度决定收获，而不是成功之后才来改变态度那还有一点了凡四训说因为我今天要推荐了凡四训最后还是了凡四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从自己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心太细
啊，你不静下来，哎，从深处去关照到啊，你看到表面，有时候这个志气一关呢，过不去了。啊，你要看得深才看到，哎，里面有夹杂，哎，有一毫啊，这个昧世之心哦，啊，一毫万世之心哦，一毫愤世之心呢，夹杂在里面有一毫心就会有点偏，哎，它偏了，差之毫厘怎么样？哎，慢慢慢慢就越偏越多了。啊，这个《了凡四训》里面呢，谈到改过啊，要发三种心啊，耻心啊，羞耻心啊，我有佛性啊，我不能糟蹋，叫尊重己灵啊。还有这个畏心，敬畏因果。不能再造了啊！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啊！大家注意这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要放下过去错误的，不然呢，它一直浮起来，你就一直纠结，一直想一次，你又造一次了啊！要把它转烦恼为菩提，变成愿力。啊，把它放下，告诉自己啊，后不再造。啊，老和尚说，后不再造是真忏悔，真忏悔。啊，而且自己真能转变过来因为我们所处的年代，万法因缘生呢，我们会犯那些错误啊。可能跟我们有相似的，也不在少数。你真正转过来了，你亲戚朋友跟你有缘的人看到啊，会触动他的善根，哦，所以要期许自己展现浪子回头啊，金不换。哦，那你这个改过的力量更强。哎，勇心啊，发这个勇猛的心啊，《了凡四训》讲的，一灯才照，千年之暗俱除啊。以前照的恶业啊，像黑夜一样啊，不像这个洞里面黑黑的，可是你的真心现前了，好像一灯才照，千年的暗通通去掉了。哦，所以大家对自己的真心啊，起的大用要有信心啊，自诚忏悔了，这真心现前了，啊，这个消业的力量啊，非常非常大。啊，你看阿舍世王杀父害母，啊，他最后都认知到错误，忏悔，念佛啊。哎，他上品终身呢，这些表演给谁看呢？表演给我们看的，表演给自己看的，也都是给自己信心尤其啊，老和尚讲经说的，任何方法都忏不了了，还有这一句佛号可以忏，真心念。阿弥陀佛，灭80亿劫，生死重罪。这个佛号力量很强大家要有信心信为道源，功德母。那再来，你刚刚提到的啊，我现在这个是好像也帮不了众生了，是不是先到极乐世界去呀？再说啊。但是，是不是我这个心又可能又是自私的呢？哦，那这个得要自己关照自己的心念了。哦，再来啊，我们利益众生呢？啊，我们从儒家这个
次第来看，你修学也要不要劣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你利益众生是属于治国这个层面。哎，今天你说好，我往生极乐世界再来帮人，你不用照顾你的家人了，哇，那你就值了礼费的事了啊！我要往生极乐世界，你敦伦敬分不干了。哦，那你的家人是不是众生呢？是吧？所以从敦伦敬分开始做，是借由敦伦敬分的缘，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把自己的心地功夫啊要练出来，把自己的真心要练出来。你发了愿，我要利益众生呢。发了愿，佛菩萨都知道。你不要去攀缘，要去利益众生。你真有那个本事了，佛菩萨自然安排缘给你，你推都推不掉。可是我们现在不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下功夫，每天在想着，我要帮助众生了。那你没有前面这些基础啊。你去帮助众生会出问题的。我们以老和尚为榜样啊，你看老和尚很好的依教奉行，哎，他有利众的能力了，他推不掉。啊，人家两三个月9次请他出家，从台北，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呢。哇，老丈觉得哇，人家太诚意了，啊，去请示李炳南老师，老师同意了，然后出家了，出家代佛说法了。所以这种利益众生的缘，那不是去攀来的。我们现在本来就太好事了，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结果一遇到，哎，又有这些机缘，哇，一直在忙外面的事了，心地功夫。敦伦敬分忽略掉，这个路走不长久，而且后面会流弊出来。我跟大家讲这些呀、都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来的。我自己这一点也犯了，我也在鞭策自己啊，自己团队要先带啊，墙内开花墙外香是吧？啊，这个。这个都是，耕了别人的田啊，荒了自己的地啊。对呀，这个有时候老实听话，依教奉行啊，这个次第啊，你要抓本的、本末不能倒置的。啊，我听到啊这些讲学呀、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结果呢，人家接触到他们的家庭，啊，夫妻关系呀，啊，跟子女的相处，一接触到，看他们家庭之间不融合，哎，这老师跟家里人讲话都很强势，你说这个看到的人会在听这个老师讲课吗？对呀，这样流弊就出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台上讲的再好，你家里的事情啊，你不可能藏得了的。小人行险以侥幸，我们都要依照经典，不能存侥幸的心。修行啊，这个存侥幸的心啊。要去掉也真不容易，侥幸不去掉啊，志气破不了，也不能真心面对自己。哎，不志气呀、才能不欺人。哦，所以你先安住当下，敦伦敬分啊，关照自己的心念心用对了，事就能越来越
往好的方向走。好，不好意思啊，有点太晚了。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在这个我在轮回当中太久啊，一不小心就出现执着点啊。好，那当然啊，大家注意啊，这个面对境界要清楚啊。虽然发怒忏悔啊是非常可贵啊，但是我也遇过有个女士啊，她学了之后啊，就对她先生发怒。他以前做过哪些事情了？结果他先生受不了了，就一定要跟他离婚了啊、哦。那个也要考虑啊，听的人承受不承受得了，所以都不能执着、哦。你有时候听一个法会产生法执，你要考虑对方能不能承受。你一有住，你就考虑不到了。哦，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哦，都不能出现执着点啊、哦。哎，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